件就是衬衫反车的一个小外套，你说它是小衬衫也可以，小外套也可以。袖扣的部分这一次一样帮大家用很懒人的嗲嗲扣，袖长非常的刚好，不需要任何的修改或是折啊，放下来就很好看。打开的时候当衬衫，有没有发现它很挺？它好像不是那一种雪纺会晃的，但是它确实是软料。好，再来，这就是第一穿，我们可以当就是打开来的开襟式衬衫。好，再来慢慢的把它扣起来。好，它是有磅数的，一样做上我们的最经典的双口袋，而且它有反车的白线条，超级美的。这个绿啊，它不算是正宗军绿，所以呢，大家不用担心不会显黑。好，这个绑带我跟大家说，你看，你要当蝴蝶结绑也可以 ，OK。但是它很贴心的，有没有看到有扣子？这边还有几颗扣子。好，第一个它做了一个造型，所以呢，像妞儿腰围比较小，我呢可以扣在最后一个，让它自然垂坠，它就是一个小风衣外套的感觉。好，然后后面呢也不会就是很短啊，我没有穿裤子，就是感觉身材比例都刚好。好，那不喜欢这样扣的人，其实你要把它当成是蝴蝶结式绑也无妨，你就打一个平结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有一些腰身。